接下来要讲到成善巧，这个成的善巧呢，最主要是要帮助我们正确的认识三乘、三乘、三乘的修行。这个三乘，也就是声闻、缘觉和大乘、菩萨乘。那在这里为什么要介绍乘的这个三乘呢？对三乘的修行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呢，最主要是要破除这个十种我见里边的，其中有一种我见就是执着观行者性，就是有的人他就会执着有一个恒常不变的自我。作为我们在这个修行中，他作为一个这个我作为观行者，来完成我们生命的修行。但是以佛法来看呢，三乘的修行啊，声闻、缘觉、大乘的修行，其实这个跟每个人的根基是有关系的，同时跟他所接受的教育是有关系的。我们接受的教育，这种教育呢，学习，它会使我们形成，会形成我们不同的生命中的习性。比如大乘的习性、声闻乘的习性，还是缘觉乘的习性，然后这种不同的习性，它会决定了我们在修学佛法上的选择。有的人可能这个学的声闻乘的教法学多了，他可能就会偏于治疗。那大乘的佛法学多了，认识到菩提心的价值，发菩提心，它的对于每一个生命的重大的意义，它就会发起广大的菩提心，它就会选择大乘。所以这种三乘，这个三乘的这个修行，就是这个也是一个缘起。我们对三乘修行的选择，这也是一个缘起法。这个缘起法呢，最主要还是跟每个人生命的这个根基。根性跟人的这个根性啊，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不过我看到了这个《辩证辩论》啊，对这个大小乘的问题啊，他在这个评判上，这个跟我们常规所学的大乘经典啊，不太一样。我们知道，在大乘经典里边，评判一个人，你是大乘学人还是小乘学人，最主要是根据什么呢？最主要就是根据你发菩提心的没有。如果你发了菩提心，你就是大乘，大乘的行者。如果没有发出菩提心，
只是发出离心，那就是声闻乘，走个人解脱治疗，这是一个非常常规的评判方式。那我们看，现在看到这个辩证辩论，他提出另外的一种评判方式，这个真是很有特点。我们看这个论文啊，乙说地义称义迎合，宋曰，前面已经说的这个是地的，地的善巧，接下来要讲这个三乘。对三乘的这个认识到底是怎么回事？由功德过失即无分别智，依他智出离，是称义应之。这个记诵，这个。对，三乘人的这个区别啊，声闻、独觉以及菩萨，它的区别，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就是由功德过失，功德就是对涅槃的功德，过失就是对生死的过失的观察和认识。这种观察和认识啊，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观察和认识？就是评判、声闻乘和独觉它的差别，即无分别智。这一句话呢，指的就是大乘，大乘就是由自然升起无分别智这样的一个根器。那么依他自出离，就是从依他，像声闻乘就是依他，那大乘呢，那就是自出离，就是自己自然的升起无分别智。那么从这样的几点啊，来区别啊，就是这个三乘人的不同。应知乘者，乘谓即三乘，乘就是指三乘，声闻乘、独觉乘和大乘。此中应如应显示其意，若从他闻涅槃功德生死过时而起此智，由失智故出离者，是声闻乘。我们讲声闻，声闻就是要从他这个他呢，很多时候可能通过佛陀，你看我们看那些这个大阿罗汉们他听闻了佛陀的教法之后，认识到生死的过失，认识到涅槃的功德，当下就升起出离心。甚至呢，当下就能够获得解脱的智慧，成就解脱的智慧。那么这种人就是声闻乘。所以说，若从他闻涅槃功德，从他听闻，当然有的时候也不一定都从佛陀，也可以从佛陀的弟子阿罗汉那里听闻，涅槃，在佛经里边说到涅槃的种种功德。同时也说到生死轮回的种种过失，由失智故得出离者，由这样的一种智慧，这样的一种认识，有一记这样的一种认识，这样的一种途径，这样的一种认识，而得到出离解脱的，这种人就是声闻乘。不从他闻涅槃功德生死过时，自起此智，由失智故
得出离者，是独觉成。第二种就讲独觉。这个独觉呢，独觉就是自己觉悟了，就是自己觉悟。所以说，不从他闻，不需要从佛陀，啊，或者佛陀的弟子阿罗汉那里去听闻，啊，涅槃的功德和生死的过失，啊，自己就能够了悟到，啊，世间的无常，啊，激进和解脱的快乐。你看到这个云准云舒，看到这个春夏秋冬，看到花开花落，自然就能够了悟到世间的无常，而升起出离解脱之心。那么这种人呢，通过这样的一种观察认识，然后升起出离心，成就解脱，这种人就是属于独觉者，自己觉悟了，不需要依赖他人。那若自然起无分别智，由思智故得出离者，名最上乘。若自然起无分别智，自然起无分别智，那这种人，他的根基就是特别好了，根基就是特别好了，自然，他不需要依赖任何条件，自己的内心，就能够升起无分别的智慧。那么通过这种智慧，走向出离，走向觉醒，走向解脱，这就是无上乘。无上乘。那么我们看这个这里所说的三乘啊，主要还是根据根基来论，这种根基的这种力和钝，根基的力和钝，这个呢，跟佛经里面常规所说的以这个菩提心的评判为标准，有菩提心还是没有菩提心的评判为标准啊，这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对这个三乘的人，通过根基来说明三乘的区别，最主要是要破除这个世间上的人建立有个执着，有个常恒不变的我来建立这个就是观行。那接下来要讲的是有为无为善巧，就是第十种善巧，以说诚意，迎合有为无为法意，诵曰：有为无为法意，就是认识有为法，有为无为法。一切法者略有二种，一者有为，二者无为。这个世间法，这个佛法也经常把一切法归纳为两种，一种就是有为法，一种就是无为法。那就是我们整个修行的过程中，就是如实的认识有为，然后到通达无为。那从认识有为到通达无为，那么这个过程呢，事实上它就是一个代表着我们的修行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有为无为法里边啊，它是没有我的，就是我们执着有一个长恒不变的自我啊，是了不可的。所以正确的认识有为无为法，是为了破除在这个十种我见里边光，就是执着复解者性，就是有一个自我在轮回中被捆绑的，然后这个自我呢，通过修行再从这个烦恼迷惑的捆绑中走向解脱。
就是我们对有为无为法的认识，就是告诉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自我作为，就是恒常不变的自我，被捆绑和从捆绑中走向解脱，其实没有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对这个有为无为法，帮助我们做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为法到底指的哪些内容？无为法呢，又是指什么？有为无为意，为若假、若因、若相、若寂静、若彼所观意。有为法指哪些内容？无为法指哪些内容？有为法包括若假、若因、若相，那无为法呢，就是包括若寂静，无为法包括寂静，若彼所观意，无为法包括这个两个方面。下面我们对这个寄送啊，就是做进一步的解释。论曰：应知此中假为名等，因为种子所摄障事，相为气生病少用计，即转时摄意起思维，亦为恒时思量性，岂为五事起现禁锢？思维即第六意识，已能分别一切禁锢，如是若假若因若相即相应法，总名有为。我们要是学过白法，这个对什么是有为，什么是无为，我们就会一下子就会很清楚。在白法就是把一切法分为100种。那这个白法里边呢，前面的94种啊，都是属于有为法。这个前面的94种呢，就是包括心王8种，心所化，51种，心不相应行法24种，加起来。就是还有色法11种，94种，那后边还有6种无为，就是无为法。那在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有为法大体是包括哪一些内容？应知此中假。就前面讲到若假，假是指什么呢？假就是指名称，就是一切名称、概念、假名安立，它也是有为法，就是假名安立。因指什么呢？若因指什么呢？因就是指种子所摄障事，因就是指这个种子，因其实有。这个从唯识来看，一切法升起的因是什么？就是种子，就是种子。那种子呢，它是含藏在阿赖耶识中，离不开阿赖耶识。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赖耶识就是一切法升起的因。就像这个《楞严经》里边，楞伽经里边讲到这个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就是一切法的因，就是指这个暂时，阿赖耶识。相就是若假若因若相，这个相就是体相，有为法的体相。这个体相到底指什么呢？一个是指气，这个气就是。器界、山河大地、身，就是指我们的色身，我们的色身，即少用
祭，以及我们舍身所少用的生活用品，就是什么衣服啊、饮食啊、卧具啊、医药啊，都是属于少用祭。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接下来所说的就是转食，这个八个食里边，二月食前七食都是属于转食的范畴。转食就是以二月食为因，然后升起的。这个转食包括哪些内容呢？这个转食是一起思维，这个转世就是包括前七识，前七识里边就是包括意起和思维，意，它可以指意识，就是指第七摩那识，指第七摩那识，所以叫恒时思量性识。第六识它是不具备有恒时思量的这个特点，因为第六识它是有间断的，所以这里的意呢，它应该指的是第七末那识，起位五识起现禁锢，这里的起指的是前五识，它是限量起境，限量起当下的境界。思维即是第六识，这个思维在这里呢，指的是第六识。第六识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这种思维和分别的能力特别强。在我们整个有情，生死轮回中和走向涅槃解脱中，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个思维就是指第六意识。已能分别一切境故，它能够分别一切境，它分别的能力非常的强大。如是若假若因若相即相应法，总名有为。以上所说的，包括假，就是名言概念；若因，就是指种子以及种子所设的阿赖耶识。若相，这个相呢，就是指根生器界以及前期转识，即相应法。这个相应法应该就是类似于24种不相应行法。当然，这里边也还包括相应法，比如心所，心所化，这个就是属于相应法。那相应法之外呢？当然，像不相应行法，它也是属于这个有为的范畴。所以，相应不相应，跟这些这个心八识相应不相应的，这个都是属于这个有为的范畴。那么下面呢，接下来要讲到关于无为法究竟包含着哪些内容？若寂静者，为所证灭，即能证道，能寂静故。这个寂静就是无为法，为法的特点就是寂静。那么这个寂静的法，它究竟包括什么呢？就是包括所证的灭，涅槃。涅槃就是熄灭所有的这些迷惑和烦恼的躁动，所以涅槃究竟是涅槃的特点，即能证道，能够证的究竟的圣道，就是无漏圣道根本智，因为有了这个根本智我们才能平息内在的这种躁动，内心的躁动，才能证得涅槃。所以，能证道就是能寂静故，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内心完成这样的一个寂静的修行，能够完成。
彼所观意，未即真如。彼所观意就是真如。啊，这个圣道，他所观察的，他所缘的对象是什么？就是真如，是寂静道所缘境故，就是这个圣道啊，他所缘的境界。是圣道所缘的境界。所以这个无为，它是包含着能证的圣道和所证的真如。那么由这个通过圣道的修行来完成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寂静的工程，完成我们生命的一个迷惑和烦恼的平息。如是所说，若诸寂静，若所观意，总名无为。那么这个无为呀，它是包括，就是能够寂静的圣道，以及所观照的，所观的通达的真如，总名无为，总的名无为。应知此中言应等十义所起正知名应善巧。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把这个善巧真实，也就是十种善巧，应善巧、借善巧、处善巧、缘起善巧，那到处会处善巧、根善巧、事善巧、地善巧、成善巧、有为无为善巧，对这个十种法，在这个辩证辩论真实义品，就要对这个十种法做帮助，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认识。那通过对这个十法的正确的认识，如实的通达，主要是要帮助我们远离十种我见，远离辩计所知。那最终就是帮助我们通达圆成事。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十种真实啊，事实上是在帮助我们学习，就是如何用三性来认识世界。认识生命，以及如何来学习佛法，我觉得这个学习啊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我们才能够看清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认识有没有陷入到遍计所知的状态，我们的认识什么是遍计所知的状态。我们只有认识到我们认识的遍计所知的状态，摆脱这种遍计所知的状态，如实的认识一他起的状态，那么最终呢，才能够通达圆成实性。那接下来有一个总结，就是解说，就是对这个十种真实做了一个总结。真实总义略有二种，未即能显所显真实。这个真实一共有十种真实，这个十种真实呢，简单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能显，还有一种呢是所显。能显真实未即最初三种根本。什么叫能显真实？能显真实，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获得真实，就是实相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实相的认识。什么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实相的认识？那就是三性。我们要学会用三性，用三性去看世界，就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实相的认识，所显真实为后九种。那所显的真实呢，就是指后边的九种。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上面讲到了这个，就是从这个象真实啊、无颠倒真实、因果真实啊、出世真实、集成真实、境所行真实、无法真实、差别真实，啊，一直到上下真实，就是九种。这个九种呢，这个通过这个九种真实啊，事实上都是要依托根本真实。来帮助我们来这个认识。那下面呢，解释所显九者，一离真上慢所显真实。这个九种真实里边啊，比如相真实，它就是属于叫做离真上慢所显真实，就是通过这三相的远离这种增益和所减。的认识，事实上呢，就是在帮助我们如何的去远离真上慢。真上慢，所谓真上慢，就是为正言正。那对这个相真实的认识，它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远离真上慢，然后正的真实。二对治颠倒所显。真实，就是无颠倒真实，无颠倒真实，事实上就是属于对治颠倒所显真实，可以帮助我们透过以三性观察，就是以三性观察无常、苦、空、无我，通过这样的观察。来帮助我们证得无颠倒的真实。那三声闻成出离所显真实，那事实上就是通过对四谛的用三性去观察四谛，最后帮助我们通达就是这个四谛的真实。是无上乘出离所显真实。事实上，就是通过二谛观察，以三性来观察二谛，最终帮助我们成就无上乘所显的真实。由初能成熟，悉能解脱故。五能乎他论所显真实，依义导理降伏他故。第五种呢，就是集成真实。集成真实就是通过世间集成真实和道理集成真实的说明，帮助我们建立这个正见，同时也帮助我们通过正见，这个去如何的去这个降服他人。六显了大乘所显真实，这个主要是立足于就是境所行真实，就是。烦恼障，境自所行真实和所知障境自所行真实，通过这对这个两种真实的认识，就是通过净除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最后来成就通达大乘所显的真实。那么第七种呢，是入一切种所知所显真实。它主要是讲的就是无法，通过我们对无法以三性来观察无法，最后帮助我们，就是进入一切众，就是成就一切众的智慧，应该具备的这个认识所显的真实。第八种显不希望真如所显真实，那么它主要是依托于七种真如，通过对七种真如的正确认识来帮助我们。这个认识，这个就是真如所显的真实。那第九呢，就是入我执事一切秘密所显真实。那么这个就是最后一种善巧真实，通过这个十种善巧的变喜，帮助我们去认识，就是世间上的人所产生的
所建立的种种我执我见，就是他的这个建立的他的这种秘密到底在哪里？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十种善巧真实的学习，我们就可以摧毁这个十种我见，通过摧毁这个十种我见，然后最终就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通达，就是圆成实性，通达空性。那么这个真实一品的内容啊，到这里呀，大概讲完了。这一品的内容呢，只有讲了这个四次的课程哈，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一品的内容呢，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我们讲这个辩中边论，这个辩中边论，就是辩，就是探讨嘛，讨论嘛，讨论什么呢？就是中道和边界。那关于这个中道的认识。在唯识讲中道，它是立足于三性，三性的内容虽然第一品啊，就是变相品啊，就有非常详细的论述，什么是依他起性，什么是圆成实性空性，讲得很详细。但是我们了解了这个三性道理之后，我们能否？就能活得，能否就能活得中道的正见？我们能否在我们的整个学习佛法中，在我们的整个修行中，以及在我们的整个生活中，随时随地的都能够具备这种三性的认识，能够带着这样的一种三性的认识。去生活，去学习佛法，去修行呢？我觉得事实上啊是做不到的。也可能我们很多人过去，比如学唯识学了几十年了，可能这个唯识的著作都可以写出很多出来的，但是呢，未必能够把这种唯识，未必能够。把这样的一种唯识的正见，转化成自己的认识，未必能做得到，因为多数人像过去学唯识啊，对唯识的学习呢，多半还是会把它变成是一种哲学式的学习，哲学式的学习，同样也像学习中观也是一样，你学中观、学般若、学各种各样的论点。对龙树提婆的思想，说起来可能能雄辩滔滔，但是对于唯识中观的这样的一种中道见，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所谓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这样的一个中观的正见，我们是否能够把它变成自己的认识？我们能否呢，带着这样的一个正见去生活，看到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我们都能带着这样的一个正见。其实，多半我觉得多半也是做不到的。那我觉得这个辩证辩论它的真实一品，它真实品，它的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它就是帮助我们学会。这个三性的思想如何的来应用？如何来应用？那么这种应用呢，不仅仅是在世俗生活中的应用，同时呢，也在修学佛法上的应用，也在修学佛法上的应用。那如果我们对这一品的内容，我们通过反复的学习思维。
我们能够把辩中辩论的这样的一种认识，通过反复的学习的思维之后，能够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认识。那我想呢，这个对于我们在这个修行中啊，它的意义是非常的重大。因为不管是中观也好，唯识也好，包括华严啊、天台呀、以及佛法的各个宗派，然后每一个宗派呀，它都会建立一个非常庞大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像唯识，唯识它的这个理论它这个体系非常的庞大。那但是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体系，它无非也就是要帮助我们获得唯识的正见，获得唯识的正见。那唯识的正见的建立，事实上呢？它是离不开三性，离不开三性，所以三性就是对唯识的整个思想，他所做的一个，这个他是整个唯识思想，他的一个核心的理论，核心的内容，整个唯识理论的建立，到生死轮回的形成，以及如何摆脱生死轮回，走向涅槃解脱，其实呢，都没有离开三性，都没有离开三性。那么，我们要是真正能够掌握的三性，事实上也就是掌握的整个唯识理论。所以，对唯识理论的认识不能离开三性。那同时呢，我们需要通过掌握三性，来帮助我们建立这个唯识的正见，然后再用这个正见来做我们的禅修，再来做禅修。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能够真正从世俗的正见到通达空性，摆脱遍计所执，成就圆成实。那应该说，这个是我们学习唯识啊，它的整个修行的关键所在。所以这一品的内容啊，它是值得我们去反复的学习和思考。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内容，其实我们都会做成这个音像资料。就是我们同学们要是对这个唯识有兴趣，还是需要反复的去闻思，你们看看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疑问？关于跟善巧思维破宿命论，那么面对业力，面对相续的因果，此生的22根能发挥多少能动的作用？比如，可能因为业力，有人诸根不济，这个袁了凡以主动行善改变命运，可是他也是因碰到了善知识，可学佛中经常这个说要福德因缘才能遇到佛法，所以有些悲观。这个我们现在的根，我们现在具备一个什么样的根？这个呢，它跟我们的业力确实会有一定的关系。比如我们生而为人，跟生而为动物。那我们对生命的这个改造啊，它的这个能力就会更强。
那同样生而为人呢，这个每个人的根基也不一样。那这个串系也不一样，但是每个人，如果我们只要这个，如果有因缘，听闻佛法，对生命啊有更深刻的了解，主动自觉的去修行，生命啊确实，这个通过这个修行，通过观念的改变。然后行为的改变，最终呢，一定就能够达到这个生命品质的改变。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他可能就根本就没有能力，没有条件，这个接触佛法，或者呢，得不到善知识的引导，那自身的这些串习，烦恼又很重。所以改变啊是有点不容易，可是改变了才有出路，不改变是没有出路的。改变呢容易不容易呢？这个确实也是不容易，有好的方法，有善知识的引导，也可能会比较容易。没有好的方法，没有良好的氛围。没有善知识的引导，确实也会比较难，但是我们现在讲这个难跟易呀，其实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讲跟善巧，主要是要说明，就是决定我们的这个命运的力量，决定我们生命的力量，它是靠我们内在的这些根，而不是有一种。外在的一种真善的力量，在这个大一个一种一种神，哎，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种主宰的力量，在左右着我们的命运。其实根善巧呢，主要是要说明这么一个道理。那么至于这个力量是来自于你自身，至于你改造你自己的命运到底是容易不容易，其实这个问题呢。它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可能意志力很牵强，有的人意志力不坚强，有的人根基很好，有的人根基不好，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所以改变的这个结果啊，也是不一样的。从认识三性到这个正。三性，自证三性，自证三性。修学的关键点是什么？关键点其实就是两个东西嘛，一个是，你先要建立正确的认识，你要其实就像这个真实品，你学会用三性来观察你所认识的世界，你知道，什么是遍计所值，什么是依他起。什么是言诚实？这个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如果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认识，你要没有建立起来，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人最大的问题是看不清楚自己。人是看不清楚自己的，我们看不清楚自己，可是我们又相信自己的感觉。那我们现在要改变自己，那我们要改变自己，可是呢，我们又相信自己的感觉，而我们的感觉又是错误的，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要去接受一种智慧的认识，你必须要具备一种理性的认识，理性。因为你只有具备理性的认识，你才会不完全的去相信自己的经验。你必须要有一种开放的胸怀，因为你只有开放的胸怀，你才不会自以为是，你才有能力去接受真理。
当你能接受真理，接受一种智慧的认识，你相信一种智慧的认识，让这种智慧的光芒照射到你的无明的心灵的世界中，然后你才能够看到自己的污浊，看到自己的荒谬，那你才能够完全开始这种生命的这个大扫除。所以，从认识到禅修，这是从三性到正的三性的关键。这个一世界中有两个如来，两转轮王不能同时出现。那么，一如来与一转轮王能不能同时出现？可以不可以呀？可以嘛？那肯定可以。他没有说这个，他没有说如来跟转轮王不能同时出现，他是说两个如来和两个转轮王不能同时出现，不能同时出现两个如来，也不能同时出现两个转轮圣王。那一个如来，一个转轮圣王，当然就是可以同时出现的。一切唯心造，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就是如果能够一心向佛，一心想佛，那么就是唯心所现，就能够成佛。那这个还有的人，他要想着这个一天到晚想着这个当总统，结果后来想的就发昏了。还有人一天到晚想着这个女朋友，结果想成神经病了。所以不是想什么就变成什么。这个唯识里面讲的这个唯识所现，还要有因缘所生。知道吧？还有因缘，就像我们这个前面讲到这个，好像你还没听呢，怎么触会触的问题？就是你的愿望是一个方面，但是呢，它还要有这个，还有正当的这个手段方法，有正当的方法呢。你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否则有的时候它会变成是一种胡思乱想。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